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华，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。当然，今天的话就是这个游戏哦，叫《进击的巨人》，应该不用多说吧？大家对这个，应该讲对这个动漫的话会，不是动漫吧？这个动画都很熟悉吧？而且这个游戏的话，等一下，我稍微有看了一下他的那个，就是他之前的一个 video，就这个，超帅的。麻痹什么？追功复活型哦，他是104期的教官。OK，什么名字啊？哦，什么杀迪斯啊？OK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怪不得他的那个这个游戏容量那么大，你看他的那个讲啊，故事情节也太多了吧？OK，哦，立威哦，那个兵长也有在里面哦。OK。诶，这些都是讲啊，那个动画里面的那些人物，真的是一个都没少啊，一个都没缺嘞。我们进入战斗，我们看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游戏。OK，我还蛮期待的嘞，因为这个动漫的话，说真的，很多人很喜欢哦。可是重点是它下第二季出了过后啊，就没有什么时间去追看啊。OK。哇，感觉都一样哎，超帅的。OK，我破费。OK，我要点得准哦。哇，超酷哦！我跟你讲，超酷嘞，它简直跟那个动漫里面那动画里面的一模一样哎。OK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。180，180，180，180，哦，全部伤害都180哦，群体伤害型哦，它是哦伤害类型群体伤害型哦，OK，高大巨人，OK，这些我们就省略掉不看，我比较期待这个战斗画面超帅耶，你看又飞起来了，OK，哦，有没有一击直接秒杀啊？OK，哇酷啊，真的太酷哦，说这个游戏太酷了。流血，OK，去，他有，哦，你点击他还可以直接有那个技能哦，哇，超帅！再来，他这个兵长啊是出了名的速度快，OK，应该是解决了吧？击杀，诶，真的击杀了哦，然后。他刚才那个画面的话，好像是在他们是在那个森林里面做那个调查时候的那个，应该怎么说啊？的那段剧情吧。那个剧情的话，好像是之后他们遇上了那个女的那个巨人哦，也就是他们当中哦，那个兵团里面当中的其中一个女成员变出来的哦。你看。他该那个只是一个教学，你看，已经正式进入游戏了。S1 巨人来袭，也就是说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区域。来，我们进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呦，有没有用 Facebook 登录吗？OK，我们进入游戏。哇，超期待耶！这款游戏真的很另类哦，完全不一样哦。你看，他已经把那个整个哦，真的是整个那个动画的那个剧情都带进这个游戏里面呢，超帅的，来吧。这类型的游戏真的好期待哎，因为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这类讲啊这么栩栩如生啊，而且战斗画面那么独特的游戏啊，来我们进入确定。当然，这游戏的下载链接的话，我一定会放在那个视频下面哦，因为这么精彩的游戏的话，怎么可以不分享呢？当然，刚开始的时候玩应该很闷吧？诶，游戏试玩这角色是谁啊？怎么不应该是那个谁吗？我第一话，你看真的哦，真的哦，他跟着那个真的是跟着动画的剧情哦。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当然我为了要节省时间吧，
我很多东西我都尽量给他跳过。如果你想欣赏这些他的这些故事情节、故事背景之类的话，你就下载了过后自己看吧。当然，如果你有看动画的话，基本上这些情节的话，你也可以省略掉就对了，因为它都是从动画里面哦，动画里面哦，完完全全哦，完完全全的就是带入这个游戏。OK，进入剧情。诶，继续啊，要继续按继续吗？哦，我不可以再按回去哦，你按回去就等于没有咯。你看，他等于哦，他有一点像是在让你看多一次那个动画这样的感觉哦。OK，好了。这边就是他救不到他母亲的那一刻哦。OK，虽然说他故事多了一点哦，可是他的故事绝对不一般哦，因为他故事是跟动画有关哦。走吧，我这个就是刚开始救了主角和那个米卡莎的那个大叔哦，就是他来的哦。我一直想了好久，一直想不到是谁耶。后来我看他上面，你看，是我名字旁边有显示哦，就是他的样子出来，原来是他哦。OK，他可以逃。OK，也就是说可以去征战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挑战。哇，蛮期待这类型的游戏。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啦，如果是他的 PK 的话，模式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呢？能打人吗？屁啦，那个真正的动漫，它是没有那个勇气打人的嘞。OK，它是闪来闪去哦。OK，哎，bad 哦，哇，你看我 bad 都可以把它干掉哎，太强了吧我。来了，又来多一个巨人哦。它是要怎样按才可以 perfect 啊？我真的不明白嘞。他是要时间对吗？时间抓对还是怎么样？不可以哦，bad 哦，你看还是一样 bad 哦。到底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按法可以 perfect 呢？我比较有一点好奇哦。你看那边有写哦，第二波，二对二波，所以就讲还有两只哦，他是这样子算吧？应该。当然他的 boss 的话，我相信打起来应该很刺激吧。OK。可是这游戏好像是好少玩家吧？现在，因为你看我现在在主城哦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玩家哦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我拿到了哦，我拿到主角了，我拿到主角了。诶，可以把它用上来吗？还是它会跟着一起？因为该你们都有看到哦，它这个游戏是支持五个角色的哦，就说五个角色同时出战，阵容设置有咯。OK，放上去哦，它可以给它选择性哦，你看。叫我放他打头可以吗？哦，不行不行，因为这个是游戏教程哦，你必须跟着哦。所以你现在你并没有自由，并没有自由的选项，你可以随便的摆放。哦，超酷的哦，这个游戏来了来了来了，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，出来喽！我试看一下迟一点按啊，等一下啊，因为我该太快按了过后，它都哦，perfect。那就是这样哦，一直 bad 哦，奇怪啊，为什么会 bad 啊？因为我就想拿多一点 perfect 嘛。OK，它有两波，也是一样有两只哦，坦克巨人。OK，好。我可以使用技能了，来吧！哇，技能也是很帅，你看那画面，太酷了吧！我觉得他这样砍啊，连他的那个手都可以砍断吧。诶，可以咯，击杀咯，超屌的，帅，返回。所以，OK，我很难确定哦，它是一款任务游戏，只是哦，它的战斗方式真的好另类哦，我超喜欢这类型的战斗方式，因为跟我以前玩的手游真的是完完全全
不一样哦。这类型的方式我真的很喜欢。然后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大家继续看下去吧，继续看它的那个还有什么样不一样跟其他手游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继续看哦。 OK 技能 OK 它升级技能的地方是这边哦。然后当然我也点击不到了，因为它这个是强制性教学哦。 OK 来我们继续讨伐吧，13，这样我试试看打到他这关完吧，就是这是第一章嘛，对吧？哦 ，boss 哦 ，boss 来了哦，来我们挑战，哦，期待，因为 boss 的话应该不容易打哦，不容易打的话意味着应该很刺激吧？来看一下，你看看他出战画面也超帅的哦，哦，来了，诶，还有另外一个。那个人是在干嘛、啊、哦，那是市民哦。 OK 去吧，要快。诶，点不准吗？奇怪，我觉得我点的好准啊，为什么？ OK 还是 good 而已哦。 OK 解决咯，击杀。当然还有两波哦，第二波就是 boss 了耶。 boss 来了，对了。哦，这个就是哇！你看他是什么鬼笑巨人呐、啊？他是什么晕眩暴力输出型？哇！有没有再屌一点？这好像很强一样哦！你看 ，OK， 等一下，这个我就期待喽。我先斩了他，才使用技能。我又给他打下来耶 ！OK， 就斩，好，再来 perfect 了，再来一个暴走旋风斩，超酷喽！再来技能，哎，击杀了哦！哎呀，这 boss 也有点不堪一击吧，直接击杀掉了，我也不会了，这么快就击杀掉了哦。哇，当然这款游戏的话，我觉得啦，它真的很值得分享，而且它之后吧，应该还会有更多东西可以陆陆续续的分享哦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我就为这个游戏先告一个段落、哦，然后当然是讲。结束了视频过后，我就继续的去研究一下这个游戏哦。诶，可是啊，这里的话，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一下可以给我什么东西先，那我就可以真正式的结束了。哎呦，我看到其他玩家了耶。OK， 好，解哦，五级耶，其实上来 好快哦，而且你看他是跟着任务走就对哦，你看，你完全，然后所以他自己他这一环他完全没有空感。就说给你走走左左右走上走下、哦，你看就是这样哦，他直接就进入了另外一个，就是另外一个区域咯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真的要告一个段落先哦，因为我还蛮期待的，我要去研究一下这个游戏哦。所以也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